家好。我今天身上的衣服是黎巴嫩的品牌 Cardi & Marvin 的，然后珠宝是 De Beers， 然后鞋子是 René Cavilla， 所以今天整个造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然后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金马。对，有有有，我大概一个月前知道要来颁奖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开始饮食控管，但是我觉得想要提倡的不是说要减肥这件事情，而是让自己的身形可以更 fit， 所以我其实很认真的运动跟吃得很健康。对对，我觉得因为我刚刚有碰到柯震东，然后我感觉出来他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是我觉得我有跟他讲说放轻松，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第一名，所以等一下会在台上就是帮他加油。对，他一直都这样。对对，但等一下里面会看到很多好朋友，我觉得来到金马就是可以看到多这么优秀的电影人，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